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厅点了一杯拿铁，刚刚买了这个苏联 USSR， 这不是 CCCP 的波罗山，然后现在来隔壁买一下咖啡，喝一下当地的拿铁，看看好不好？哇，屋里有暖气，很暖，很热，很闷。回家很多当地人都来买，应该不错。刚刚那个女生看到我们买咖啡，她在笑。耶、yeah, ，等一下可以喝喝看俄罗斯的咖啡。现在是10:05，我们还有25分钟要集合。好快哦！集合了，我帮你录一下。耶、yeah, ！现在在俄罗斯。对，圣彼得堡。对，圣彼得堡。对，我们开始该下雪了。对。嗯，好，你等一下要不要问他合照一张那个电影 ？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